大家好，天文台在今日下午6:20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，截至凌晨的12点，我们未有任何确认的水浸报告。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，暴雨可能会令到河水突然暴涨，为了保障生命安全，市民不应该接近河道。如果市民发现排水设施淤塞又或者水浸，请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23001110通知我们，我们会尽快派遣队伍去处理。这一节的水浸报告就来到这里，再见。